觉得想感谢他们来到这里，其实我应该跟他们说的，但是没有机会跟他们，就是因为把他们时间起码就是拿来参加这个夏令营。社部长好，坐上坐。因为这里面呢，就是一个比较科普的一个训练啊，还有就是体验的等等啊，这个都是比较严厉的，就是比较要受苦的，但是他们肯花时间去体验这个科普的东西，而不是拿去玩，我觉得是很难得。我真的觉得是要感谢他们。还有我觉得假如香港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去参加这个夏令营，我觉得香港就更有希望。